Hey, 大家好，今天北斗爆奶全人来挑战一下这个拳王的宝座、啊、那今天呢，撇开他的超能力不说、啊、我们今天就用凡人的身份来跟对方来对打一下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第一个挑战的是谁呢？啊，这个最简单的这位先生，已经被打到残废了是吗？我来 PK 他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开打，叮叮啊，一拳就倒了，是怎样？爬起来，嘿，闪过，再来，嘿，闪过，再来，能不能打倒我呢？嘿，哇，嘿，闪过，啊，你好弱、哦，再来，打了，爬不起来了，哇，起来，欸、他挂了，算了，我们去下一集吧，我们下一集是打哪边？这个是怎样？这个是怎样？这个是黑道啊！他好像是打输，但是没有钱缴出来是吧？所以黑道把他绑架了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圈圈是什么？这个圈圈是不知道，算了，我们继续往前吧。前面等一下，这个男的在干嘛？为什么他掉在上面？这什么情况？啊，我们继续往前好了。这是比较简单的，这是跟这个女生打吗？还是跟这个男生打？要爱还是要这个酒瓶？我们跳过好了。这个为什么在吐血？哦，番茄酱打翻了。哦 ，OK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这边有 FIV？为什么？而且这是什么情况？他们在卖什么、啊？哦，他说这个人是这个通缉犯是吗？他要把他带回去啊。哦，然后这边是我觉得不喜欢打女生，不喜欢躺着你。他打了，算了。OK， 我们这边还有这个是。这个是，anyway， 这是我兄弟啊，跟我长得很像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是在训练嘛，训练中心。然后这边还有拳击，为了拳击，为了钱然后打拳击的。然后再就是，哦，这个是 King 嘛，这是 King， 今天的主角是 King 是吗？我来跟他对打一下，来啦 King， 我来挑战你了。来，开始啊！叮叮，这么弱？他起来！还有手指虎来啊，打我！来啊，打我啊！听到没有 ？Come on, man！ 啊，闪过是不是？再来，不是很厉害吗？这闪过啊！嘿嘿。嘿嘿，哎呦，第一人称，哎呦，再来，哎，打哪边啊？我在这边呢，拜托，没有超能力一样可以把你打倒，好不好？啊，是不是啊？搬过去了，耶，嘿嘿，太强了！你看，这个太太在干什么？她是睡着了吗？她？放空啊！哇哦，这个模组做的好棒哦！这边还有跑车，然后这个是对打的人选吗？还是什么？错哎，不错哎，这边还有好多跑车、赛车是吗？还有这个 DJ 的棚，为什么这台车在上面？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还有二楼啊！二楼是观景台吗？这个是怎样？哎呦，这个是比较困难一点是吧？比较困难的，一打三哦。闪过，我们直接挑战他一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
挑战一个就好了，一打一，人家拿棒子哎，走开啊！来啊，再来，挥不到啦，这边呢，好不好？这边看清楚啊，啊，爬起来哦，再来，拿棒子很厉害是吧？再来 ，Come on，All right， 不要再起来了你，棒子给我丢下。嘿嘿嘿，哎，不死心哎他，哎，我们出去看一看还有什么东西好不好？他跟过来了，哎，闪过啊，哎，他倒了，他倒了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。哎，那外面还有什么？哎，所以他很多关卡，这红色点点全部都关卡。哎，我们去二楼看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看一下这二楼有什么东西。哎，不赖嘛！二楼还有这个帅气的观景台，等一下为什么旁边还有火焰？哇哦，那撒钞票哎！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电力喷发的样子，还有滴水哇，做的好像真的。旁边有酒瓶，会不会太嗨一点了？把它推下去好不好？推。用我的胸肌把它推下去，你看啊，它是粘在那个杆子上面啊，踢不下去啊。OK， 然后这边还有这一堆酒瓶跟沙发，哇，这边欣赏很棒哎，这个 view， 这个 view 很好。这个人为什么趴这边啊 ？OK， 我们下去看一下好了，看看有什么哪些关卡可以打。哇，这边还有好多汉堡可以吃啊，好棒棒。OK， 我们现在再去挑战下个关卡。所以外面呢还有什么关卡？这个 spawn 是什么？所以另外一个关卡在这里。OK， 所以他是 King 的朋友。另外一个困难的关卡 ，No pain no gain。他拿什么？他拿全职虎。哎、欸，一下就倒了，一下就倒了啊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北斗爆脑拳不是盖的、啊。所以最后一关是什么？最后一关是，我拿这个收支符来跟他打一下好了。最后一关哪边啊？哎、欸，看到在前面，所以不是对面那个。再来是这个吧？是不是？三个女生拿小刀的，这也是困难级的哦。一个酒瓶，我们打一个就好了，打一个就好了。我们打他好不好？对、欸，都站起来了，欸、真的是困难级的哦。哎呀，倒了倒了，拿小刀嘞，呵呵，来再来，回，啊，他戳我，戳什么戳什么？我是拿什么牙签？我是北斗哎、欸，有拿北斗哎，屁、欸、呀，北斗神拳好不好？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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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就是我们的困难关卡就这么简单轻松的过、啊。我们现在在挑战最后一关，好吗？最后一关是什么？对面，这应该算是最后一关啊。我们直接开车过去好了。最后一关啊，最后一关，哎、欸，我们这车直接这样子过去了。哦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为什么弹起来？啊，最后一关是这个政府机关人员是吧？他是为什么拿一把枪、欸？果然是困难，最困难的关卡。FIB 人员，来啊，干嘛过来？一拳就倒了，一拳就倒了、欸。所以他们在做什么坏事？为什么这边有椅子？我、哦、这边还有犯人是吗 ？FIB 的行李箱里面有装了这个犯人的机密文件。然后为什么他在水里面 ？OK， 所以他已经被拘拘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就、欸、为什么这车子先上不去啊？车子坏掉了是吧？锁门啊。然后看来这个集就是这个拳王之路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好吧？我们就骑脚踏车离开这个地方。那我们下次呢，有可能会去挑战其他的拳击手，好不好？哇，爆金了，爆金！我们就试看他的前面的视角啊，前面的视角不帅气啊。
OK， 那我们的这一集先到这边了，好不好？下次再见，拜拜。